日前，朱茵在社交平台晒出一组丸子头造型的照片，并配文：“喜欢我这个造型吗？”她身穿粉色碎花裙搭双丸子头，化身元气少女，俏皮又可爱。看得出来，朱茵现在不仅心态年轻，而且从穿搭来看，白色衬衣搭配粉色拼接碎花裙，贵妇范十足。朱茵曾经是香港女神级别的美女，如今依旧面容姣好，丝毫看不出她的真实年纪。朱茵长相美丽，演技精湛，深受粉丝喜爱。朱茵这款碎花裙非常漂亮，款式上就非常的个性，在裙身两侧添加两个大口袋做点缀，腰部有特意的收腰设计，能够让腰看起来更细，整个身材也更高挑。在颜色的搭配上，选择了白色与粉色的渐变色碎花，看着会更加的清新，展现出活泼又青春的感觉。上身搭配白色衬衣，她将长袖上卷变成短袖，非常时尚清新。同时，她还搭配了白色内搭，让整体配色更清新雅致，好似每回紫霞仙子。喜欢就订阅呗。